盘点猫咪闻到臭味后的反应，谁的反应最夸张？第一，梨花猫，梨花猫第一次闻自己的屁屁，好家伙，还回味一下。第二，橘猫，这味道看来是真上头了。第三，英短乳白，猫猫正躺在铲屎官身上睡觉，主人放了个屁，直接把小猫头崩了起来。这下我真是不知道该心疼谁了。第四，银渐层，主人第一次给小猫分享自己的美食。第五，白猫，猫猫突然闻到了一股味道，闻了半天还没找到臭味来源，原来是主人的夜来香。第六，胖橘，贪吃胖橘一直盯着主人的食物，主人于是给胖橘闻了闻，破防了，不会以为主人吃的是粑粑吧。